係啊，高鐵十八分鐘，九百鐘，高鐵十八，搭地鐵八分鐘係咪？係，係。哈哈哈哈哈！到啊！哦，到啦，到啦，到啦。其实好靓啊，系啦，那个这两个是嘛，两个山，其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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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山来，几多来，几多来，几多来，十几来三百块，三百块，无多行哎，两只就几百块啊，真系三百块，三百块，真系三百块，三百三百，咁样讲，来，攞件来，好啲来哦，我看下未啊，我头先未带我行一只来，一来一来。九点这边还有卖吗？有。第一场、第二场应该都会卖到十点多。今天不会比较早收摊，下雨。台风应该都没影响。不是，你买回来，养老路啦，养老路边介绍，养老路大后街，这门介绍没得嘞。加加一层头就够几大啦，赶快来，两包五百三百了，真系，一个面赶快两包好了，两包真系两百。台风应该是一个礼拜，影响到一个礼拜后的渔获。来，我们来看好来，小姐有想要什么？鱿鱼，大王鱿鱼哦，大王鱿鱼，啊，不是大王鱿鱼。哎呀，
2.8公斤，0.8啊，不要三公斤，不要三，只不要三公斤重啊。你话用用船重啊，不用你讲用你讲用个小料啊，但这几只系鸡啦，鸡几只系，真系，只鸡白口哦，白口咧，白口只鸡只系乜睇500，哎呦真系，两公斤三公斤咧真系，三公斤重不要三公斤啊，乜五斤，只乜五斤啊真系，喂哦，300条啦，300条。三百块啊！人都是我小的嘛。三百块，你要你要，你上大只啊！这个卖上大只啊，但你嘛无啊，千几万。你讲是多少条？几块尔？几只？几啊？我估几多几只呀？几只几啊？几吨啊？几吨啊？就几只几吨啊？200条，蒙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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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蒙昧，蒙昧，蒙昧，蒙家了，蒙家，蒙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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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蒙像现在这种几只，几只装机啦，没有嘿，没有成长，那边还落来看，做一只很快。不过呢，你保证，你保，你保证，你保证，多少只？多少只？多少只？多少？哦，贵啊，我不贵，我不贵。这买一百。哦，啊，这个无，这个无啦。你要买？你要买十斤？你要买几斤？海王子已经卖完了、啊。那个中介毛刘爷爷啊，你用心找。你是来等阿母下班的哦？阿母也无也无时代过啊。阿母这地物件唔去看，你家己徛徛里边，徛里唔知等。你也买物件，遐地物件唔去看，家徛里边徛里等。我想你来等下班的。是啊，无时代过啊，拜托。无啦，我。啊，只在讲讲的对，我知。我用伊只只，我甲讲遐物件，伊有面看，有面看都无。啊，伊咧在徛中，伊在当看，看你咧创啥，看你咧创啥。我讲你坐下，我跟你无讲啊。不过我袂要紧，有只有开机转去就好啊，无啥。袂要紧啊，系嘛，我袂要紧。来啊，你好不好？总共系中线啊，身边警察都归你。中线找，陈明卫找。我咧第。大意了，大概你讲什么？中间老公。我想要吃那个鲑鱼，那个鲑鱼那个鲑鱼是什么啊？哦，讲啊，你讲啊，你讲，你讲你啊，炒不搞，你讲不搞，我咪在啊，你咪讲你讲鬼啊，你讲了多少？牛奥良虾卷有啊，有牛奥良。鲑鱼跟那个什么头尾。虾卷也有啊，右边有虾卷啊。这个包好吃哦。啊，牛奥良有。有。边啊边啊，把翅膀这个骨啦，这个骨啦，等等准备做等下。等这顿都都会正常啦，不炒炒等准备做新卤料啊，200面包，100块就包了啦，拿去装，好，一包两片。我回去再去。回去用剪刀剪就可以了，下面用夹刀啊，用夹刀夹就落去。你过来过来，两个人。阿伯，哎哎哎，八两，七八，对肉了，对肉。不是跟那个一样吗？
一样啊，那这个只有这个没有肉，就只有这个骨头一样，这个熬汤好了。哎呦，你要吃肉的话，要买一点那个。卢家炫凿。你要冲过来抱秋萍阿姨，你叫你几岁啊？林永新。什么时候会来彰化？彰化有分成和美跟八卦山，你要问哪一场？和美还是八卦山？牛奥良，这是牛奥良，包好的。八卦山礼拜六。八卦山礼拜六哦。今天有泰国虾，我都还没讲今天有什么。好，有泰国虾，客花鱿鱼，鲑鱼肉，我靠丢，尾秋，香鱼，蚵仔，黄泥螺，尾秋，阿油，哇，黄鱼。Okay, 210九楼鲑鱼饺，嗯，泰国咖，糖沙，鲑鱼糖，你是说那个这个虾蕨黄金鱼块 ？OK， 前面那个鱼才是，前面那个鱼才是帮你留东西吗？我不知道哎，重点我不会知道啊。我200哦，你不是要利你啊？没有啊，甚至200不够，甚至200是那个的。这两只给你200了。两只。嗯。我中了你讲那个讲那个我中了你讲那个。我弟在家，我弟没有，我弟今天在家里，没有在嘉义。上次卖的油月鱼跟虾卷都好吃。对啊，一定好吃啊，胖妞早，妞胖早。哎，有虾饼吗？有。这里怎么走？你过来啊，我。青龙巷31号，标题有写哦。三角。我影片的，影片的标题有写。全部买，吃完了。梅小姐早 ，Julie。200块，你保留。怎么买？200。200，至少200，这边好停车吗？这边有停车场。至少200。旁边有停车场。这边没有停车场。这边没有停车场。他在哪边停？有啊，那个市场后面。市场后面离这边多远？不可以啊。对，买200还好。还好。市场后面有停车场啊？你要这个吗？在土地公庙，在土地公庙那边有停车场。等一下啊。300就来，那一次来，你不能不三百，300。大吗？黄海人啊，你不能你大的，大的哦。不能大的，起来，不起来，高不来，十不来300，十一不300。这样子就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十一不300，一条300，十一不300，过来哦，过来先，对面。七八，一尾卖30块，再尾300，一尾全部30块，有无？有几？有几啊？对。有几要不要？三组。这拢我哩，18了。这四个18了，这后边一定剩你18尔啦。嘿啊，每固定的人，每固定的人就知影，你时间无啊嘞。开下灯，开下高油啊，高油不包，不包香啊。金神武的直播，那么那现在那边，保一下，保一下，这边下来，小姐们，状况不稳定，我不要下去害人家。放假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下去直播啊。要买这，这种该吃米椒啊，哎呦，五百块钱包，这都，就剩几根边啊。
你跟明天保命啊，你跟明天保我还可以啊。嗯，不用。我包两百了，是吧？叫你包不一包。专属阿姨试音场。哎，阿强，洪生早有鱼皮吗？是木鱼皮哦。不是嘞。四条三百。每一条三百。一条三百。不过怎么可能一条三百？没有，大概四条三百。哦，对。你买条，你不会啊？你刚刚不几百两，你不去找我几百两，几百块。是要买一个。我这个这样子啊。还四百三百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丝木鱼皮。好像今天没拿吧。怎么样？鱼皮，火龟皮，火龟啊。刚刚三百一回。这里回不？今天没有。但是白什么时候才能解封开卖内用？疫苗的覆盖率啊，这么简单？啊，不然呢？解封开卖内用就是吗？三百五，三百五两个给你。覆盖率超过50%。啊，老四啊，老四还要给你，更多了。菜沙胖胖枣，有花枝跟干贝，有啊？有啊，我记得有干贝有啦，干贝有啦。花枝左边，这个是花枝，干贝，对，他出来，这个是干贝。老板明天送的啦，这老板要这样，我包来。他出这个方慧银枣，已经12块了，这下我包来，我包下来，我包。方慧银枣，这样子吧。三斤的啊，三斤单的，我包下来。三斤他就给我包，斤就两倍啊，我包我包。这个吗？好。对，这样我买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鱼翅又着，我包点六个。等一下，等老板车。只是两两百就了，只是两两百，很机会的吧？你要多少？你再过来，过来那个，过来那个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再来再来再来，拿六件，拿来。阿公，过来，包车过来，包车过来，包车，你还是很好吧？十四百零八，十四百零八，几百怎几百无个就好了。以前我不来了，不来。这个没辣椒。花枝小姐有鱼泡。把它谈几几两钱都挣，两一挣赚几多块啊？花枝小姐有鱼。这样以前来，以前不来。金师傅有卖。啊。来十二两包。没有喊。十三块十四块钱两包来，两包又来。炮管跟炮管就是小卷啊。两包又。就是它是比较大的小卷。没辣椒，我现在要不要不要钱？要钱给要来。小卷、中卷、炮管，就是他们的生命周期。花枝比较胖，小卷跟炮丢是长长的。不要不要，摆用，七块钱包了，摆用，七块钱就完了，摆用，小卷你拿去包。鱿鱼就是尖尖的，尖尖的尾巴。东西就是不知道，我看得我现在看得出来。这个后面土地公庙那边也可以停车，旁边停车场蛮大的，那个自己调一下解析度哈。解析度不好，自己调一下解析度。哎，走了一个，走了一个。你都没有。来啊，王志宏早。那还有什么？这个要包一下。这不电吗？今不会电吧？不电，搞电吗？不会电。啊，今晚不贵要送啊？你送不了啊，你自己讲啊。下次不搞了，我电话来就敲你，我电话敲定了。你还讲，你还你还搞，
到这块无用，你来搞问伊啊，别个都定下转伊嘛，定下转伊嘛，其实头都放下，其实无起来，哎，可以用啊，其实啊，你看一下。